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486页，486页，从倒数第二行看起，第24愿，莲花化身愿。请看经文：十方世界，诸众僧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第24，莲花化身愿。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本经第40品，这还在后面。将来我们会学到40品里头有这么一段经文：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驾夫而坐，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这是本经第40品里头一段经文。这个里面呢，我们要注意到的，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了，你所得到的无比殊胜功德，这都列清楚了。你看身相光明，智慧功德，跟阿惟越智菩萨没有两样，这是真的。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如是，没有说下下品在外，没讲。在这里我们看到往生极乐世界的殊胜，
我们再看下面，念老引用古印声王陀罗尼经一段话，啊，跟这个意思相同。西方安乐世界，安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今现有佛了，号阿弥陀。啊，今现在有佛，啊，阿弥陀佛。若有四众，这个四众就是出家的男众、女众，在家男众、女众，这叫四众。啊，都是佛的弟子，能正受持彼佛名号，这就是信愿持名。啊，真正相信，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啊，一心专念，就这个意思。说以此功德了。灵于宗师，在临命宗师，阿弥陀佛，给予大众王此人所令其得见。这里关键一句话就是在这里，令其得见。念佛人、临命宗师一定见到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身边还有很多声闻菩萨来接引的，啊，那见到之后呢？这见疑就是见到了，寻声庆悦，啊，立刻的生起欢喜心，倍增功德，啊，这个见到的时候。心里生欢喜，心生感恩的心，得佛力加持，功德倍增啊！啊，一世因缘所生之处，永离胎胞慧欲之心，啊，这个缘无比殊胜啊，莲花化身嘛。那从此以后啊，永远离开胎胞啊，慧于之心是我们这一边出生的身相，纯处仙妙莲宝莲花中啊，先是新鲜微妙啊。七宝莲花了，自然化身，具大神通，光明合一。莲花化身，花开见佛，只要花开见佛，就具足神通，称大神通。不是一般声闻缘觉菩萨的神通啊，这个神通跟化身大士没有两样啊，光明合一是显赫的意思。那么上面举的这两经，同表往生极乐之人介于莲花中自然化身，举经来作证。不仅是无量寿经上有说，古印声王陀罗尼经上也有这一段文。肯定是真的，啊，绝不是假的。
就是阿弥陀佛第二十四愿莲花化身愿的感应，那证明莲池大师弥陀疏钞里头说，六趣众生，六趣就是六道，这中阴之身呢，自求父母啊，往生善事，这一谈之情啊，莲花化身啊，往生的善事，就是这一位念佛往生的人。他是一弹指，说明速度快啊，莲花化身。那六道众生呢，在六道里面没有出六道，中阴身呢去找他的父母，这父母上跟他有缘，什么缘呢？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不是这四种缘，他不会去找他祖父，也就是不会投胎到他家去。凡是投胎到他家去，啊，一定呢跟父母有这四种缘。如果是报恩的，这个小孩就是孝子贤孙，很听话。很孝顺，如果是抱怨的话，那就很麻烦啊！将来长大会把家庭闹得不好啊，甚至于家破人亡啊！他来报仇的啊，讨债还债的，那就看欠谁欠谁的。如果父母欠他的，欠他不多啊，他很快就走了啊。如果欠他很多，那还的时间就长了啊。如果是父母欠他的，那这是供养他，他讨完了他就走了啊，是不是夭折啊？他并不是真的夭折，他缘没有了。学佛的人要把这四种缘转变成法缘啊，我们都是同参道友啊，个个都能成就，这就好了啊，总得要把它转过来。啊，莲花，我们看下文，是莲花指，啊，莲花，乃谢凡而欲凡，凡缺之玄空。安慧命之神者，那在莲花里面，他不是太深的，在我们这个世界所看到出生四种现象，太深、暖深、湿深、化深，那他都不是的，那极乐界非常特殊啊，莲花化身啊，这个莲花就是我们转凡成圣的处所啊，玄妙的宫殿，转凡成圣啊，用法相宗的话来说，就是转八识成四智。
在什么时候转？在莲花里面转的。啊，莲花开花的时间有长短不一样。啊，修持的好的，品位高的，到极乐世界就花开了，真快呀！啊，修持功夫差一等的，啊，有在七宝池里面，啊，隔几天花开，也有隔几个月花开，也有隔几年花开，不一样。完全是自己修行的功夫啊！修行功夫确实不是修行时间有长短，是修行功力啊，功夫啊，这个功夫就是我们的信心、愿心跟持名啊，持名、真诚心、清净心、恳切的心啊，恭敬，这个就快呀、啊。那能不能往生？藕益大师说的很好，完全在幸运之有，品位高下，那是我们持名功夫的深浅。啊，所以佛号要用真诚心去念，用清净平等心去念，用恭敬心去念，这功夫就深。那到极乐世界往生见佛时间大幅度的缩短了，快呀、啊！那这是我们要懂得争取的。那下面啊，他还有一句安慧命的神咒，这两句意思相同啊。底下是念老给我们的开示，意味这个意思说，六趣中一切众生留到轮回里头，命中之后啊，终因身现前，于此身中依自身俗业因缘，妄求世间父母，投身母腹啊，奉回之处啊，戒尘浊染罪业之体。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得的这个身体，这是说我们这个世间六道凡夫啊。那么跟极乐世界往生的人比一比，比不上啊。说何如往生之善事啊，这些善人临终啊蒙佛接引，他们临命终是由佛来迎接的，佛一定来迎接，佛要不来迎接，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啊，所以一定来迎接。时间呢，一弹指啊，一弹指之间呢，化身莲花之中啊，这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安乐国就是极乐世界。那么这个莲花实实在在是行人了脱生死罪孽之身的玄幽宫殿，是比喻啊，安养当人慧命的神庙
学者。那这刚才说过了，是我们转凡成圣。那转八识成四智之所在，那一般人修其他的法门，转识成智要靠自己力量，真不容易啊。念佛人呢，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就是这一愿。啊，一弹指之间，从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啊，莲花一开，人就出现了。就见佛了，啊！见佛之后，神相、智慧、神通、功德，好像跟阿弥陀佛差不多。超过一切声闻缘觉菩萨，这种殊胜到哪里去找？那为我们显示出净宗无比的殊胜。啊，上面这几句话，深表弥陀大愿，悲心至极，慈悲到极处啊，妙德难思啊。啊，又引《大日经书》第十五卷，如是人，以莲花为吉祥清净，能悦苦众心。啊，世间人爱莲花。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啊，那么今密藏中大日经是密宗的主要的大经，就像净土宗的无量寿经一样，主要的经典里头啊，也有业以大悲胎藏妙法莲华为深迷吉祥，一切加持法门之身，作此华台也。可见极乐九品之莲，正显大热如来密意，具体皆是最胜秘密吉祥。啊，这个秘密实际上是神秘，佛法里头没有秘密，啊，秘密总是不能告诉别人。说不出的，啊，佛法没有秘密，啊，所谓秘密是它的理思太深，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叫深秘，是这个意思。那到什么时候才能理解呢？无始无明烦恼断了，你就明白了，依然是其意自见。那我们这个世间平常人说，读书千遍，其意自见，小悟。
小悟上面有大悟，大悟上面有彻悟。那极乐世界是彻悟，啊，大悟对于这个生密迹象可以受用，还是搞不清楚。那必须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完全明白了。啊，才知道最深秘密迹象。啊，但是往生的人虽然还没有搞清楚，但他受用到了。啊，得其受用。我们再看下面第十四章。那二十五愿，天人礼敬曰，请看经文：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至敬。啊，凡人都喜欢得到别人的礼敬，啊，能得到天人礼敬，那就不是普通人了，天人的尊敬。啊，天人尊敬什么人？尊敬有道德，世间孝子贤孙他尊敬，那尊敬有学问有道德的人，有慈悲心，啊，能帮助苦难众生的这种人，天人恭敬。念佛的人天人恭敬，修净土的人天然更恭敬。啊，为什么？你这一生有机会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这真的是大事啊。海贤老和尚常说，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的这都是假的，不但不是大事，全是假的。假的别放在心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一定要把阿弥陀佛常常放在心上。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右章第十三章，一共有三愿。下面文明得福，大。还有第二十七修书神心，本章三愿皆表文明功德，这当中显示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一般人不知道阿弥陀佛这名号功德了，啊，所以他没有尊重心，啊，见到佛像听到名号，他完全不能放在心上，
甚至于还以为这些是迷信，那是骗人的。生这种念头有罪业，这些不需要解释，大家都能想到，天人共尽。你们怎么可以误会？啊，从若闻我名，下至诸根无缺，啊，是第26闻名得福，再下为27修殊胜行，啊，本章三愿都表闻名功德，啊，上面第18愿生念必生，乃往生之真因，48愿之核心。48愿哪一愿最重要？第18愿。第18愿确实是往生真因。他怎么往生的？信愿念佛。念多少？10年。10年有种种说法，前面通通学习过了。啊，特别是临终10年，一生没念佛，临命终时遇到善友劝他，念了十声佛号。真相信有极乐世界，真相信有阿弥陀佛，佛都来接引他，太殊胜了啊！我们非常难得了。上个月潮汕地区谢总的父亲往生90年，他父亲一生没念过佛，啊，他这几年做的好事，积的善德，我们相信加持老人。啊，在最后临终2小时，他告诉我的，最后2小时，他很着急。劝他爸爸，跟他爸爸讲，极乐世界真有啊，这个西方真有极乐世界，你相不相信？他爸爸点头，又告诉他，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你能信吗？他爸爸点头，最后他劝他爸爸啊，我念阿弥陀佛，你跟着我念，我们两个一起念，就念了2个钟头，往生了。啊，一生当中，最后在这个关头的时候，信愿之名就往生。啊，瑞相稀有啊！啊，让他的家人、亲戚、朋友看到了，个个。信心倍长，啊，大家不再怀疑了，亲眼看到的，啊，3天之后入殓，全身柔软，比活的时候还软，啊，见到这个瑞相的有几千人的，这几千人通中了善根呐，啊，
不可思议。那么这里念老告诉我们啊，十八愿的生念必生是往生正因，四十八愿的核心。那么第十九愿、第二十愿这两愿，乃第十八愿之开光啊，扩张。那第二十一愿呢，专指具有俗恶的众生，若能回顾啊，忏悔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也能往生，不会再堕恶道。那第二十三愿在专指妇女，闻名净信，发菩提心，求生净土，命中转难，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女人。啊，以上皆因闻名发心得生净土啊，是为得一中的上者啊，得利益里头最好的啊，上等的啊。那这一章呢，天人离境愿在嫌弃下者啊，众生根系不相同。文明之信要发心也不一样啊，或因大心不坚固，或因幸愿不深，或以持念不断，在念佛的时候常常有妄想，常常有杂念进去啊，以是未能全期弥陀生念必生之大愿，故当世未能了脱生死，今能护佛于现在及未来啊，故获利未能如前之所愿呐。那你看这一愿先示的。啊，虽然是文明欢喜信要礼拜归命啊，也以清净心修菩萨心，得的是诸天世人莫不知见，人天福报啊，啊，这是得利益之小的，前面是得利益之大的。第二十五愿，修菩萨行，菩萨行是六度万恨，是呢广修众善者。那本经三辈往生都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这底下这两句话重要，非常重要。发心是众善之王，你修善什么样的善最大，什么样的善最殊胜，发愿求生净土，这个愿是无比殊胜。为什么？成佛去了啊，极乐世界你能不能往生全靠信愿之有啊，那个信心要是越深越坚定，生到极乐世界就越殊胜了。抓住这一句佛号，分秒必争，品位就高。啊，发心诸善众王，持名万恨之首。你看这两句话多重要。
啊，确实往生正因，随行众善，则广而不转，博而未精，为其弥陀本愿，难于今生现证，故为受人天离境而已。但你都没有说往生，那你得人天离境，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不错了啊，都是幸运不正，幸运不转啊，才会有这个现象。这个现象人多念佛稍稍有功夫，很容易得人天离境。那记住，单靠这个不能往生。那我们再看二十六愿，闻名得福。你看这天人离境，闻名得福。都是念佛人不能往生。那二十六的经文，若闻我名，受宗之后啊，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啊，这就是相貌也端正，也庄严，但是。又到人间来了，那没有是人身，或者修的佛报更大，到天上去了，啊，欲界天，这都不难去。诸界里头，大论语。生刹利，唯有是利。啊，刹利是皇族，啊，这有大势力了。生婆罗门家呢，有大智慧；生居士家呢，这就是富贵人家。他到这些地方去了。故能利益众生的，啊，实在讲，念佛人绝大多数都得到果报，啊，所以真正往生极乐世界的不多。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在这个世界做大官的，发大财的。那有聪明智慧的，在社会上有地位，受人尊敬，这些人他们是什么因？念佛功夫不到位，那过去李老师常常给我们讲，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三五个而已，那不能往生，不能得这个，得这福报，人天福报啊！啊，如果不是念佛，要得人天福报，人天当中得大富大贵，做帝王。做将相啊，今天讲做大企业家，拥有亿万财富，都是念佛人，都是佛门弟子啊。
但这样殊胜的果报啊！啊，不是没有原因来的，富贵是果报，果必有因。我们再看啊，老居士有言，会议书里推断生下见家，受事轻慢，利己不广，是故闻名得福，来生皆生尊贵之家，又助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六根不缺具足啊。啊，会所里的这个话说得好啊，还有不少人生下贱家，贫穷下贱啊，世间人瞧不起，轻慢啊，这是什么呢？利己不广，积的善不多。我们都能看到，我们同参道友当中，你细心观察，有很多人喜欢做善事，那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钱做好事，那利益众生，这种人来生生尊贵家，啊，还有很小气，只图自己享受，不愿意照顾别人，那来生的人生生下贱家，经不能不熟读啊，不熟读，不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啊，学佛的人都懂得，不能说不懂，因果报应都懂，啊，虽然懂，懂得不够深，不够透彻，所以在行持上依然念念都想到自己的利益，啊，自己有的富贵不肯施舍给人，这就错了啊！啊，不知道修福，不知道积德，啊，出不了轮回，那就一世不如一世了。啊，这一生的人生，来生可能人生都得不到，纵然得到，贫穷下贱。这些因果都在我们面前呢，我们随时随处都看到啊，看怎么样？看得不懂啊，没有感觉啊，啊，那这个经书念得多的人，他看到就有感触。啊，他看到果就想到因，看到因他就也看到果。修因之果，人应当要积善修福，人天尊敬的。
啊，不怕吃亏上当，吃亏上当也不放在心上，没有怨恨，这就是修福，就是积福。啊，总要是搞清楚搞明白，真搞明白的菩萨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的关系是一体，一体能不照顾吗？啊，修福，我做的这个福好事是利益众生，利益众生的人越多，福报就越大，利益众生的时间越长，你享福的就越久。啊，大福大贵之因的都在能帮助苦难众生，帮助什么？帮助他破迷开悟，这第一福。这真有智慧，真有智慧的人不迷惑，不会造孽，不会造罪。那人就怕糊涂，就怕迷惑颠倒，啊，以为眼前得一点便宜是福报，错了。啊，不应该得的你得到，就是罪业。啊，应该得到的也要节俭，希望把多余的帮助苦难的人民，这就对了。啊，不但要救济人的生命，最重要是救济人的慧命。帮助人开智慧，啊，用什么方法？教学，啊，教学虽然现在生活比较苦一点，来世福报大了，你帮助别人破迷开悟，啊，如果是奖金，那福报就更大了。啊，经是佛菩萨传下来的，讲经等于佛菩萨说法立身呢。啊，听的人多了，真听懂了，断我修善，啊，积功累德，这样人多了，社会也会安定。世界也会和平，这个功德有多了。啊，那么今天就算是吃一点苦头也欢喜啊。啊，古圣先贤给我们做榜样，孔老夫子不富有啊，物质生活勉强应付啊。啊，释迦牟尼佛19岁离开家庭去做一个苦行僧，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我们中国人讲乞丐，他过这样的生活。为什么？修来生就近的大福
我们看孔子，看佛陀，你就看出来了。那是我们断卧修福的好榜样。我们要想得到真正的福慧，要向他们学习。下面第27愿，这一章最后的一愿，常修殊胜梵行。不但修梵行，修殊胜。若不二者，不取真究。这是每一章里头最后的总结。如果法藏比丘要没有做到，这一愿不圆满，他就不成佛。他现在在极乐世界，成佛已经十劫了。换一句话说，48愿，愿愿他都做到了，他都圆满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凡者，这是印度古时候的语言文字，称为梵文。凡这个意思呢，是清净的意思。梵行，清净无欲之行。这个欲是欲望，欲望膨胀就是贪心。贪无止境啊。那这个人，他的心性跟三恶道里的鬼道相应，鬼最贪了，贪里头要再加上嗔恨，就到地狱去了，所以。清净无欲之心，断淫欲诸天。断淫欲诸天，皆名梵天。如梵天断淫欲之心，曰梵行。那么我们就知道，佛给我们设三界，六道里都有三界，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男女的淫欲没有断，都在欲界，出不了欲界，淫欲断了，不在欲界。他生到哪里去了？他到色界天去了。色界有四禅，18层天。这些人都没有男女之欲了，都断了。无论是男子女人，只要把淫欲断了，都会生这个天。这个天高，初禅三天，二禅也是有3层天，三禅三天，四禅很特殊，四禅有9天。
啊，除了平常三天之外，还有个外道天。啊，另外还有小乘在此地修行。啊，就是三国阿那含在这个地方修行，他有五层天，叫五不还天。啊，这一些神圣者、小乘圣人，他们不会再到人间。啊，就在这个地方修行，向上提升。啊，有根力的，直接就出六道轮回了。根钝一点的，他还要通过四空天。啊，他到四空天，从四空天再超越。佛在经典里头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凡行是清净行，啊，男女之欲没有了，对世间财、名、食、睡这些欲望统统没有了，啊，那释迦牟尼佛在世为我们表演，他是王子，他要不出家，他继承父亲的王位，他做国王去了。他19岁出家了，王位继承权舍弃了，不谈命，不谈利益，啊，荣华富贵的生活不要了，去当苦行僧。啊，所以你看，财、色、名、食、睡，统统放下。放下了七情五欲，这做个苦行僧呢，这是修反省。啊，30岁，在30岁之前，他有12年，就是19岁到30岁。这12年，他把印度所有的宗教都学过了，啊，所有的学派他也学过了。学了之后感到这种学问不究竟，不能解决六道轮回的问题，啊，确实所有宗教学派没有出六道轮回，这就不究竟，放弃了，不学了。啊，这个放弃叫放下所执障。佛讲2种障碍，烦恼、所执，这2种东西障碍我们自信，让我们自己不能明心见性。那要明心见性，这2样东西要放下。啊，你看他给我们做示范，19岁放下烦恼障，30岁放下所执障。啊，所执障很难放下了，啊，放下所执障，他在菩提树下入定就开悟了。啊，开悟之后他就教学，从事于教学的生涯，教了一辈子，啊，
79岁过世，所谓的讲经300余回，说法49年。这是世尊的一世啊，做榜样来给我们看呐、啊！他开悟了，这就是佛法教学重在开悟，不重记闻之学。你听讲经、学经教，记得很多，也讲得天花乱坠，不行。这是什么？这是别人的，不是你自己的。中国古圣先贤也重视这个问题。孔子在《论语》里都有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那要什么样的人才可以为人老师呢？要开悟。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啊。中国古时候教学，老师只督促学生读遍书，一天要念多少遍，读上1000遍当然会背了。问题就是你念的这个东西懂不懂啊？你懂多少讲给我听听，不是老师讲给学生听，是学生讲给老师听，老师听了点头欢喜，给他印证，这要开悟了小悟人人都有，常常都有，大悟也有大悟就可以做人事了就可以讲经教学了。讲经教学的标准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像佛一样佛是在禅定当中大彻大悟。一生讲那么多经论，他跟谁学的？没人教，都是其义自见。自见有没有底线呢？给出说没有，无量智慧没有边际无论什么人问他，无论问什么问题，他都能给你解答，他都能教你。智慧从哪来的？是自信本有的。慧能大师说得好，他开悟了，他第三句话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自信里头本来就具足的，具足是一丝毫没有欠缺圆满的智慧而且佛告诉我们，这种圆满智慧、圆满德行、圆满的相好，一切圆满是每个人都有的，人人平等的所以佛说的好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为什么现在不是福？就是烦恼习气把你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障碍住了吐不出来现在学一点东西都学得似是而非。佛家教学要求智慧，不求知识，有智慧自然有知识，有知识没智慧呀，智慧能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知识解决问题带了一大堆后遗症，永远都搞不清楚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下面
念老引用《法华经》嘉祥大师的书啊，他说：“有人也，通取一切戒为梵行，别名呢断淫为梵行。”啊，这是嘉祥《法华经》书里头所说的。啊，梵行有这两个意思，持戒是梵行。啊，也有人说特别专门指断淫是梵行。啊，持戒没有断淫不算梵行。故大品曰：“淫欲张身犯天呐，何况菩提？”啊，这一句话重要。淫欲没断，你生欲界天，你去不了色界天。啊，色界叫梵天，欲不断，只能在欲界。啊，欲界六层天里头没有断淫欲。啊，淫欲断了，就生梵天。色界天，再上去无色界天。啊，六道里头最上面的两层，色界无色界，你都没有份呐，何况菩提？菩提成佛啊，那怎么能够呢？以上都是以利欲为梵行，那这个是佛门里头，特别是小乘他们所说的。可是还有更深的意思，但另有深意，比前面意思深。一阵涅槃之万恨为梵行，这就够了。如《法华嘉祥疏》曰：“梵行之相者，梵名涅槃，即根本法轮大涅槃也。”行是万行，到大涅槃也。这个意思是什么？啊，那这个梵行是指谁呢？成佛。啊，佛以前，化身菩萨是梵行。啊，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原教初住以上，三十报庄严土，这是梵行啊，大乘、小乘、大梵天就是梵行，差别很大。大梵天没有立六道啊，啊，云初住菩萨是生十报庄严土啊，不是同居土、方便土，不是，是十报土。啊，这个意思高了。所以说是根本法轮大涅槃也。那菩萨行就是六度万行，六度
是六大纲领，每一大纲每一个纲领里头细行都是没有边际的啊。大乘经上告诉我们，舍身也道，是善恶的根本啊，是善业展开来就是菩萨所修的八万四千细行的善行。八万四千细行把它归纳起来就是是善业。这小乘呢，这十善业展开三千为一啊，阿罗汉真的三千为一啊，浓缩就是十善业道。十善业道通大小乘，啊，根呢，我们念佛人抓住这个根就行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跟实相相应啊，不能违背实相，违背实相就是失误啊。失误到哪里去了？失误到三途地狱去了，这不能不知道啊。为什么会上升？为什么会下堕？关键都在实相。那本经佛教给我们，实相从哪里修起？口业修起。啊，跟一般经上讲的不一样，一般经上都是身、身口意，本经的排列在第八品里头。我们会读到啊，第一句善护口业不积他苦，善护身业不犯威仪，善护意业清净污染。你看它是口身意这样排法，用意很深的、啊、为什么？口业最容易走，最容易犯的啊，把它摆在第一。像这些排列的顺序先后都有很深的意思，我们不能轻易看过。啊，所以这个身意念身意识要证大涅槃啊。法华家乡说的就是凡恨之相，凡民涅槃，即根本法轮大涅槃也。啊，那么这是根本法轮大般涅槃，原教初住以上证得。啊，证得这个果位，生十八土。不是修净土的人都到华藏世界去了，就是华严经，华严讲的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到那边去了。行就是万恒，修这个到大涅槃了啊。十善圆满了，就是万恒圆满啊，也就是大乘菩萨的大般涅槃啊。又《大日经书》第十七卷，这是密教的
密宗啊，这里头说凡为涅槃，跟大乘经讲的没有两样。凡心为修凡心者名啊，修凡心的人称为凡心，居大涅槃名为凡啊，居是居有啊，居有大涅槃这才称为凡。啊，那么由此可证，密宗里头有大乘，啊，大小乘都有啊。上面二经书皆为到大涅槃之心为凡心，是则凡心之深意不局限于持戒与断淫而已。他的意思比如深呢、啊，持戒与断淫呢、啊，这是小乘。啊，经愿文曰：“殊胜凡心。”这“殊胜”两个字意思可深了。啊，念老在此地给我们解释说：“殊胜凡心，应当。”坚持而已，大小乘所说的通通包括其中啊，该断除淫欲，礼佛念佛，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即去向大涅槃根本法轮之妙心也啊，这个跟大乘经上讲的相应啊，这是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也是修净土人应该要知道的啊！我们每天礼佛念佛啊，发菩提心啊，菩提心是什么？四弘誓愿就是菩提心啊，观经上讲的，这是净土宗的经典，至诚心，真诚到极处，真心呢、啊？这是菩提心之体，有体有用，用里面有自受用，有他受用。啊，就自受用来讲呢，身心；他受用呢，慈悲心、大悲心。那观经上讲回向发愿心，回向发愿是慈悲的表现的，我们修集的功德啊，不完全自己享受啊，希望供养大家，一切众生都能受享受到，这个心量大啊，我每天发心念佛啊，回向给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好啊啊，愿一切众生都能够遇到净土法门，都能信愿持名同生极乐国啊，这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啊。那这是去向大般涅槃根本法轮的妙心，这个妙心就是一向专念啊。欧耶大师说的最简单，信愿持名
啊，心愿之名。啊，心愿就是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项专念，跟本经完全相同。一闻佛名，即具如是功德，足证佛号，名具万德。啊，前面三愿都是讲名号功德。啊，这是足以证明这个阿弥陀佛一句名号啊，具足万德。万不是数字啊，不是一万年万，不是，万代表圆满。那圆满就是无量无边的大德了，又闻名功德微妙难思啊！听这句佛号，功德也是无量无边。念佛的人很多，不知道名号功德的殊胜。太多了，他不知道，他念名念佛名功德有就不大啊？为什么？他跟他的心不相应。那心行要相应，自己要真正知道，所以经不可不读，不读经不知道啊！啊，经要多读。要念得很熟啊，你把经念通了，你全明白了，那你念念这个阿弥陀佛，深深功德不可思议，念念功德不可思议，真的是微妙难思。尊胜陀罗尼经书，住飞鸟诸神，寒灵之类，这两句是说出生道啊，啊，出生种类也非常多。闻此陀罗尼，一经于耳；见此一生，更不复受。啊，这个意思是，这些动物。听到佛的名号啊，只要他听一遍进去了，真听清楚了，他来生就可以离开畜生身，到人道来了。这功德多大啊！我们住在农村，农村有院子，有树木，有花草，我们还有一块地种了菜，那菜园里面树上放佛号啊，啊，放这个小的念佛机，里面是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让这些有缘众生听了啊，他真听到了，就得这个殊胜利啊。他离开畜生身到人道来了啊，到人道来跟佛有缘，将来长大了都是佛门弟子，只有《涅盘经》上说，是大涅盘经，一佛如是啊。若有众生一经于耳，却后其解不度我道啊！你看这个功德多大啊！《大涅盘经》是大乘经，
涅槃经如是，所有的大乘经也如是。那我们现在用念佛机把名号把经文统统关在这个机器里面啊，让它从早到晚不断在那里播放，附近所有众生都听到。我们有这种心呢，这是度众生呢。度这些众生比人好度啊，人有怀疑，不肯相信，这些众生他欢喜，他愿意听。啊，是一经语而上具上述功德，何况经而之后啊，皆能显受。啊，这个听了，他有没有信，有没有接受，不知道。啊，我们只知道他听了，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如果听了他相信，他接受了，那个功德更大啊，气功更深了。一般经中文字啊，你看经典一翻开第一句，如是我闻，这个文字不是单文啊，不是只是听到，意思里头有信有受。那大乘教里头，这文字里头有信解行证，包含这个这些境界啊。是故文明之人，今生纵不能即能往生啊，这一生当中往生他做不到，来世亦必常修殊胜梵恨。殊胜梵恨里头，无比殊胜的梵恨就是心愿之名啊，也就是他很有可能闻到净土法门。为什么这个缘是修净土人干的，跟他结的啊？特别是如果我们叫他闻的佛号是阿弥陀佛，直接就是把殊胜的梵恨缘跟他种了啊，跟他结了。下面第十五章啊，从二十八愿起，故无不善愿。经文：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念。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那从六章第二十八到三十八元，这有十一元。那二十八到三十八，为摄彼土众生，这是讲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的众生，表极乐国中众生之功德受用。这一章里头有四愿，
过无不善。啊，是二十八。住于定居以上是第二十九。啊，住正定居院的有如漏尽比丘以上的是第三十愿。若如漏尽愿最后若其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这第三十一愿。啊，那么这些通通讲极乐世界，为我们说明往生到极乐世界有哪些好处。啊，帮助我们升起求生净土的心呢，这很重要啊！啊，我们求往生，生到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啊，很多初学的人一定要问的，这个十一愿完全讲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头一个告诉我们，过没有不善的名，连名都没有，不善的事当然更没有。啊，那么我们先跟我们对比一下，我们今天居住的这个地球，这个地球上不善的名太多了，说不完。不善的事太多了，让居住在这个地方众生受苦受难了。这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看到这个果，我们得想到因，因是什么？极乐世界这么好，因就是阿弥陀佛天天为大家讲经说法。啊，像本弥陀经上所说的，经现在说法。啊，教好的人是教得好的啊，那我们这个地球上今天谁在教啊？做父母的不教了，中国古时候做父母的教，现在不教了。学校也不教了，政府也不教了，什么人在教呢？电视在教，网络在教，媒体在教，啊，教什么？都叫杀盗淫妄。杀盗淫妄这四个字都不好，都是不善的名。那我们地球现在不善的名、不善的事不知道有多少。值得忧虑啊。现在这种不善是年年在加深，年年在扩展。那十年之后这地球像什么样子不敢想。啊，十年很快就来了。
博士，在二战之后，他想到了，他是个先知先觉。啊，我们是后知后觉，后觉啊。啊，他就想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太快了，速度太快了，人类有能力消灭地球，有能力把人类在地球上所创造的文明把它消灭干干净净。那是什么？核武战争啊！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是核武。核武没有胜负，是人类愚蠢到极处，集体自杀，同归于尽，是这样情形啊！他天天在想。我估计至少想了五年，最后的五年，80岁到85岁，他85岁过世，天天在想，如何能让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要爆发？他是一个研究世界文化史的人。他将世界的文化自古以来分为20多种。啊，有很多都不在了，都灭亡了。啊，那么他最佩服的是东亚文化。东亚文化实际上就是指的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啊，他说东亚文化还有3个卫星文化是附带的，这3个就是韩国、日本、越南啊。我们知道这3个国家跟中国往来，在历史上记载战国时候就有了，战国是孟子在世的时代啊，他们跟中国关系2000多年，历史悠久啊。他们本身没有文化，完全在中国学过去的，所以汤阿比的话没错，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卫星文化。他说这3个国家要跟中国联合在一起啊，在全世界推动文化，将来中国文化会统合全世界。说得好啊，啊，在当时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70年代啊，中国这个地区还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中，所以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他的话啊，说他年岁太大了，老糊涂了，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没人相信啊。他的回答是，你们应该记住，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他有一天到走不通的时候，回去找老祖宗，他就世界第一了。找回来，那就是汤恩比所说的，他就第一了。不但能救中国，他能救全世界。他用什么救？
用中国传统文化救全世界。那具体的法宝就是群书之要，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也做了一个试探，将群书之要编一个小简单的本子，360，翻成英文，在联合国分送给每个国家大使代表，没有一个人反对，个个都欢喜。这就是好兆头啊！如果能够，我们把这个全书都翻圆满，用360这个方法来流通，全部我估计大概6册到8册，就翻完了。再翻成世界上每个国家地区不同的文字语言，让全世界人都来学习，这就是群书之要统合全球。目标就是中国人念念不忘的所希求的大同之治世界大同用这部书，用这个智慧理念方法统合全世界，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平天下。平天下，天下就是诸国，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平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汤恩比的愿望就达到了，好死我们再看这个念牢后面这几句开始。文明之人，今生纵然不能往生，来世必定长修殊胜梵行。我们可以断定这一句话就是讲的心愿之名。下面这一章只讲讲到过无不善名。住正定居以上是第29，29住正定居。犹如漏尽比丘，这第30，落入漏尽。最后若其想念贪忌生者，不去正居，这是第31愿，不贪忌生愿。28愿，过无不善愿，积落过重啊，尚无不善之名，何况有不善之事？事就是事啊。龙树大师曰：“彼尊佛刹无卧眠，亦无女人卧布道。”卧道不，卧道是指三卧道。魔鬼地狱出生不是恐怖，没有女人，没有三恶道
这种恐怖，乃至无有住去我之时，这个住去我之时，是说我人，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恶知识太多了，善知识太少了，都是邪知邪见，种种不善的念头，邪知邪见，邪说邪行，充满了社会，非常恐怖啊！极乐世界没有啊，又往生论里的说，净土果报立二种积善果，应知应该要知道，一者是体，二者是名。体有三种，二乘女人诸根不举极乐世界没有这三种，名利体即现。名也有三，也有三种，非但无三体，乃至不闻而成，女人诸根不举，这名都听不懂没人想到，也没有人说好像到极乐世界人都把这三样忘得干干净净好像这三种都不存在了这叫利民即现。上论中所谓即现民，即越文中不善名又苏超越有耳所闻，为是诸佛如来万德宏勉，菩萨声闻及诸天善人种种加号曾无三恶名字立而亘古，三恶道的名听不到，耳中不闻恶名，故曰无不善名名就是名字，没有不善的名字，没有不善的名称，当然更不可能有这些不善的现象事实没有这个。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